算了，再试一次好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我刚刚把技能直接全下的话，会不会比较方便呢、啊？就如果我刚刚进场直接爆的话，哇，希拉队的那个攻击太痛了，不小心就把他打成赛亚人状态。算了，再来一次，第一关先存技能，一康，两康，一康。三康，四康，一康，好，可以准备走了。其他队有个好处啦，因为存回复力实在很高的关系，所以存技能方面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哈。带走了，噔噔噔噔。啊，这边强化猪没有强化猪，有强化猪了。王出，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一进场就连击了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不应该跟他玩呢？开菲尔卡，开水晶好了。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带得走了。当然，如果有意外的话就，就三四五六七八八 combo。哦，其实也不用开菲尔，不用开那个普普路哎，打1000多万要干嘛？当然，我期待出新的水妖精啊，可是真的梅林完全没有救，完全没有。想要帮希拉的意思啊，完全就是自己的那个。先瞄准木瓜打一下。哦哦哦！再打一下。我这边开个水晶，然后把血量拉回来，不然下一关新珠不能消，不能回血。带走了。好，这边就是我觉得我们开个那个好了，菲尔卡，然后叠一下，然后直接开龙科，像说有要刷好刷满，你说那个吗？桂宁维尔，我是想要刷啦，因为我觉得那张卡片有它自己的特色在，就会想要刷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转不下去，一波带走，哇，200多万。好，这边血量还是没回来哦。五六好，七坑直接带走，然后新珠有点不太够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到王冠，可是新珠不太够，糟糕。先开希拉挡一下，有消耗薪水的话，希拉的那个减伤可以减到60%哈，还不错。啊！菲尔卡还没跳，应该慢慢玩一下。啊！糟糕，只能这样了。呀，最近鞋子好不顺哦。两组星回回来应该没问题 ，OK。然后又卡星了，我靠！又卡星啦！再开一次，嘟嘟嘟嘟，五六，哇哇哇，跌到了，糟糕！哇，直接带走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学乖了，直接开希拉来挡一次。看我挡你的攻击，锵锵！哦，好痛啊！可是我们没有水珠哎、欸，水妖也跳不回来了。哦，那直接全开，两组水。加龙科，下礼拜会有笨笨去我家吗？再看看吧。谁啦？谁在赖我啦？哦，3万多分，应该是可以带着走了，还延长一回合哎、欸，哇，这伤害，普普路打了1217，
还不错嘛。呵呵，孺子可教。叮，好，解了一个泉水成就吼。好，来想一下哦。